昨晚我不是在跟太子喝酒吗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做的梦吗？怎么又有南宫一行？ 我怎么在这儿？这就要问你了。我们昨晚发生了什么吗？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莫非你很期待跟我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哪有？你别胡说。我就是做了一个梦，只是那个梦很真实。那你梦到我了？ 昨晚我不是在跟太子喝酒吗？喝了之后就聊了些事，然后我就不记得了。行了，不逗你了。昨天晚上你喝醉了，我刚好去太子的寝宫就看到了。我怕你父亲骂你，所以把你带回来了。原来是这样。 身体好点了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师傅他闭关了，我一个人闲着也无聊，所以就回来了。扶桑国的事情我还没有解决，整个六府怕是要因为我受难了。这样吧，我先送你回府，再帮你想办法，好吧？你一夜未归，王后知道又得骂你，然后就牵连我。牵连？咱们俩这关系，怕是一辈子也扯不清了吧？